男子唱演组合 Into One， 欢迎各位。来，请各位先来到我们的签名区签名留念，同时也向各位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们往那一站展现出来的气势，哇，就足以帅炸全场。是的，多元化的组员，并且多元化的文化融合碰撞，也增进了组合的国际影响力，并且助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特质。而且十一位少年不断的在共同努力，一起也在推出他们高质量的音乐作品。来，请各位来到我们的合影区，一起来留念。小心知道吗？我看到他们，我就想到了他们那首歌《就这样长大》，真的希望他们在一起长大的路上可以收获满满，向光而行。是的，就这样一起走向前，发光吧。而且与此同时，在过年前的时候，我们 Into One 也获得了微博音乐盛典年度突破团体奖。作为一个充满年轻力量的组合，他们也不断的学习传播着中国文化，让更多年轻的歌迷，不管是国内外的歌迷，都喜欢上他们的音乐，喜欢上中国文化。好，再次欢迎我们现场的每一个镜头，都希望捕捉到他们每一个人在今天闪耀之夜最好的笑容和最帅气的面庞。是的，因为每时每刻都是他们成长中少年最好的模样。好的，谢谢。来，谢谢 Into One。 来，请 Into One 来我们的下一个合影区留念。谢谢，请欢迎各位。谢谢，欢迎。希望今天晚上玩得开心，收获满满。